老板，来碗面。哎呀，大爷！哎，对不起，大爷，对不起。没事没事，抓得好。老板，哎，来碗小面啊。哎，好嘞好嘞。哎，马上来啊。哎，大爷，您的小面。哎，送您的。大爷，昨儿对不住啊，常来。你怎么又弄小面？我都要关门了。没事。我明天会来，你也真是的，跟你不一样，你是你。我明天会来。原来老爷子是遇到了初恋，老太太呢开了一家洗衣店，为了能见上一面，他就想了这个办法。